真活该啊，不管什么东西加上鹦鹉专用，那价格都蹭蹭的往上涨。不信不信评论区我们发出来看看。比如说驱虫饲养丸，你可以搜一搜陈石灰，既能补钙又能驱虫，5块钱一斤，还贵，去你邻居家白色的墙皮82斤，效果一样。你是来拉屎的吧？比方说松里油，你可以搜一搜4块钱一斤的猪油，还贵，那你搜一搜炸鸡店用的松里油，2.5块一斤。我操，牛逼！所有的油脂类99%相同点都是脂肪。你作为一个高等动物，你用的油才几块钱一斤，食用油5块。那你告诉我，鹦鹉专用的松里油合多少钱一斤？比方说100多块钱一斤的消毒液，你可以搜一搜养殖场专用的消毒液，20多块钱一斤，一斤用2年，还贵，还贵80消毒液效果一样。你家要丧成什么样子，能用到100块钱一斤的消毒液啊？你是不是跟我一样，觉得自己就是妥妥的大冤种？说到最后，还是种子粮没有科技与狠活。现在官方活动，买2送1，买3送2，再送电解质和益生菌。